现在就用 Adobe Ideas 来画一个简单的小兔咯。首先呢，先选择笔触的部分，我选择了第二个的是水彩笔，然后呢，给这个小兔子可爱的耳朵和一个圆圆的脸蛋。那我再换到铅笔的部分，调整一下我的笔触，我把它调大一点哦，调到 8.5 级的部分，要画一个这个忧郁的粗眉毛，好像有点太粗了，我再降到 5.5， 画可爱的小眼睛，给它个可爱的小鼻子跟下兮兮的嘴巴。那可爱的小动物一定要有腮红咯。回到用水彩笔，然后呢选择颜色的部分，好，想要调一个比较粉嫩一点的粉红色。那在饱和度的部分呢，我们可以把它调稍微透明，彩透明一点点，把笔触调高一些些，帮它画个可爱的小腮红。那当然咯，还是可以帮它画上个可爱的耳朵的。好，可爱的小兔子就完成了，最后还可以在这边签上自己的签名。简单完成，搞定。